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魂哥游戏解说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《噬魂五代》特别版的网站联机实况解说，来自 AP 胡万藏对2P 这个大肉球啊，对这个妖怪啊，看没有？他整个人占据了整个游戏的画面啊，大半个画面。哇靠！这个妖怪啊，他真的就是一个妖怪，叫做外道，古外道，你看没有？攻击力非常之强，用自己的头颅啊作为一个武器，又是一个前滚指尖头，这招特别特别狠啊！烙印，这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碾压。在这个版本里面，外道呢是一个绝对的最强的一个存在之一啊，半藏也没有办法，又被抓到碾压致死啊，太惨了。好吧，感谢朋友收看，喜欢视频玩家关注红灯哥解说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